摘一块茎出来，然后再配这个肥肉都融了。照我说，小时候闺女泼出了水，味道可好，泼都泼不出。那泼不出去，你不高兴了？高兴啊！人家家的闺女都是过年过节再来来，你这可好，根本叫你替她。什么替她？我不要钱，我好吃嘴。不是你。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啥实话？十号家是十六万，我就嫌远。哎，要是隔壁村来，那这最好了。要不我搬到隔壁胡同去。没事哎。啊，啥时候感兴趣就吃。我还会烧锅了，爸爸。你看我现在来的少了，家里的鸡更新换代的速度都慢了。现在都是老年鸡了，都没有壮年的了。我得帮你处理处理。太饭了啊！粘到饭帘上。太饭了，姐。带个不一样的菜哟。姐。带个不一样的。姐。好味菜。啥呀？咱还摘菜了。啊？有啥呀？有点搬到底下干啥？一个我洗脚的菜。这咱串门还带着菜。是吧？有点不一样，我这个地方。来，咋了？来，啊，这个。这还能交接仪式吗？交接这些啊。你不干吗？不是，我不干了，我没你活儿干的好呀。我是来干会的呀。呀，又不是新人去了，还在我这。不是我来干会了，那就想干上活了。一回饭不成器。咋样？你这点儿炒菜。给你们看看啥叫大口吃肉，饭锅都是肉。咱这不叫熬菜，熬肉，加水炖。不中，这天太热了，我买几个菜。买菜也中。哎。大叔，太热，很辣呀！哎，一会儿能开。我得给俺窝子买一身新衣裳。这会越来越不热闹了，都没有小时候那种热闹的感觉了。那是，那你长大了那就长大了。长大了，原来干会不是为了买东西，而是体验那种氛围。蝈蝈，哎，你不能摸。给那个小乌龟，让那老爷给买。要钱，要两，还要什么要钱？满足了吧？啊！你找找你的衣服没事，那老爷给你买的。看看要哪个？那时候穿的呢？这都是啊，这。这穿小袜子。那能，我给你买个旗袍啊。可以。可以吧？哎，可以行吧？哎，小伟，你不，哎呀，就这吧，这女的不错。小男孩能穿这个是？你可以穿啊。这问题可穿的再花那也不看。二十块钱。二十吧。二十。这个我开的。这个肉边的凉粉可好吃了，是那种酸酸凉凉的。十三个人了。十三个人了。十三个人了。没事，还有其他菜嘞。这个是酸汤，他把这个酸汤放里的时候都一股酸味，酸汁绝了。要小碗的。我端着吧。下白菜。走，吃哪个？这谁买的？咱爸给买孙买的衣服。给买孙买的衣服。嗯。买兔子开始穿旗袍了，穿旗袍啊，穿的好啊。谢谢。来，比，不是这样。三。先穿好了。呀，自己穿，你多少有点女性化了啊。穿反了时候。哎呦呦。没事，主要是平常抱俺都是这样抱。
得把正面留给大家。好看，爸爸穿的好极了。我选西红柿炒鸡蛋，你简单。大家可都吃啊，可别客气。以后以后尝尝看。干杯！欢迎大家来做客啊！感谢以后没事常来。你以后常来啊！感谢董事长，以后常来。啊，今天晚上不是还有一场了？今天晚上有。米哥还有一场。明天还有三场呢。哦，连场三天。四天。长四天。那你几个晚上干啥住？今天晚上。有搁里边住的，有搁这住。有在这平安住的，有在这住不了。住这就是住帐篷这儿。啊。帐篷。住帐篷这可怪辛苦啊，这热的天。那你反正没空调比较凉快。没办法，为了生活，没办法。